起来做打浪，然后打浪里面这是一下的起站，等一下我会做打浪的两下起站，好，起二做二，我们习惯起一坐一的时候就很容易控制我们的身体的平衡，但是如果当我们要转换成起二坐二的时候，身体的平衡就会有点困难，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。那马匹的感觉它也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起二坐二，那如果你的身体在起二坐二的时候身体的平衡又没有弄好，马匹可能因为失去平衡而变得很急躁。好嘞，好，现在是正常的打浪，步伐加大，好，变慢，好，变大，好，变慢。变大，好，变大。变大，好，变慢，肩内，好，右肩内。
间内。感到明显的左边的间内是比较硬一点的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左间内啊，这次的状况就稍微比刚才还好一些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会让马走一下，放松。像刚才这样子的运动是算比较中强度的运动，马必须比较集中的精神来配合我们的动作，所以我们会给他一点时间来漫步，那缓和一下那个心理上还有身体上的一些压力。在漫步里面还是可以做一些东西，像刚刚做了左边的垫后肢，因为这匹马左边的垫后肢就原本就不好，像右边的垫后肢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在马轻松的底下坐，马也比较能够学到东西，然后也可以放松，身体不会那么僵硬。虽然这边有停顿，基本上比刚才的那个圈要小很多了。OK， 等一下我们会来做